得住的话，不怕浮动的话，你可以这么想。例如你去把，哦，这个有点冒险哦，哈，我不鼓励哦，哈。可以的，可以啊，春天懂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办法把你的房贷最大化，看你能贷多少。例如，你如果能增贷300，利息在2%上下的话，2.1以下左右的话，那你就投下去哦，长期持有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只还本金，利息大概每个月赚2%。但是这是有风险的哦，你要撑得住股价的波动。0088下来才好啊，继续减。前阵子不是跌到16块以下吗？我就减了一些。来啊，吉米！马来西亚弄55块，哇！李林柱，我先跟你讲，我是用平均摊提法，我每个月都有固定金额买那些，我没有在看股价的，我就是每个月时间到就让它扣，时间到就让它扣。他如果有下来的话，我就买多一点这样子。现在哪里？现在嘉义。啊！啊，把烟提前一点，小心收拢了。我就正常每个月会有固定一个金额，我不管价格。哦，那我就会买下那些 ETF 或者是殖利率4%以上的票。然后有哪一档呢下来比较多的话呢，那边呢我就会买多一点点，多买一些。所以李林柱，我先跟你讲，我的存股有存了38档，我并不是只看 ETF 哈。我把你的包包。
前期的时间花了很久，但是李林珠，你想一下，他那表示他什么？表示他很稳定啊，没有什么在波动。那很稳定的股票，没有什么在波动的股票，为什么？你如果是要长期持有，只算主力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持有它？可以啊。四只五百块，来，如果是要只赚配息的话，就是买这种最稳定的股票就好了，波动小。股本又大，基本上很难操作。哎呀，签笔啦！还给我签笔啦！我那么两位请你无？三百吃不了，买两包，四点两百块，有人来无？来头前边。还够不够细位？